各位朋友睇家好，我系阿太儿，今日我爱教你哋做日本好传统嘅客家菜，就系梅菜扣肉啦。客家人好中意食梅菜扣肉嘅啊，特别系过年过节嘅时候。今日我讲下材料怎啦，做梅菜扣肉，梗系爱梅菜老总肉啦。我今日买去半斤梅菜，一斤猪肉。其实也要重量，咩硬先几天呢？你中意食梅菜，你咪买多啲梅菜咯。你中意食猪肉，你咪买多啲猪肉咯。你买梅菜，最好系买花椒甜梅菜喎。猪肉呢，你可以买腩梅。爱脱皮嘅，爱皮好好食嘅呀，冇皮系唔好食嘅。做扣肉呢，爱猪肉爱皮啲个好食嘞喎，但你皮猪肉唔咩人健康，系买到嘢条都唔咩人皮嘅。而买猪肉嘅亲时呢，最后同猪肉老公，又爱来做扣肉嘅，喊几边啲靓英儿啦。还有哦，他们猪肉佬将个猪肉个皮清理好个，所以俺也开始猪皮好难理个呀。今天来讲下条调味料啦，我就要姜麻啦、蒜条啦、老抽、生抽、少酒、糖、麻油、五香粉。今天我就开始做啦哈。首先，将个猪肉洗干净，准备一锅冷水，将个猪肉放落去，冷水要浸个猪肉，然后放几片姜麻，两匙羹少酒，揭米盖去，大火煮到几杯，然后够慢火。做大概半只钟头，再买个烚下佢咧。啊，侬烚咧，可以清理猪肉底部条啰嗦东西。还有咧，啊，猪肉系要煮到熟嘅，记得冇放人太火哦。咩猪肉超毛超妹嘅啦，烚定猪肉嘅时候咧，我哋可以浸梅菜啦。爱梅菜爱浸10分钟，浸下佢个冇咁咸，睇下有冇浸人叫喎、哦，浸得叫就冇全部嘢咯喎。浸好10分钟以后，你就爱将个梅菜一开一开，然后在水一汤养下佢，再买安养下佢咧，因为梅菜啲杯系要厚到3公嘅。如果小心养冷啲嘅喎，你看下有啲水，起咪好多沙公啊？射人天一个，还攞射天一个呀、啊？射天一个先是也系人拢养，稍微水嘅要爱射天3个，要系人拢养下嘅。如果你唔放心，你可以射到天四个呀、啊。记得喎、哦，梅菜要天爱食冷啲嘅啊！我哋要将啲梅菜一开一开，然后抹落来，捞条部分就切焦嘅，不就抹焦嘅。我竟然买到一条好嫩的啊，就唔熟麦咯。喺梅菜射完咯，炸滚碎嘅。喺梅菜排好炒嘅，就可以切咯，切到细细粒。
切完之后，看到太裂嘅，再切下佢，双条切下佢，拍两下。哎，二超厚容易薄噶啦，将一双条剁成双蓉，姜麻卸住后，我隔开皮嘅，切腰一姜麻兜成姜蓉，双蓉姜蓉剁厚开，超方咗要集盘皮用，见啦我哋要手缝就剥，加啲油去。将啲蒜蓉、老姜蓉倒落去，透到佢香，超撑起来。然后爱卸烂啲嘅就镬，用来炒梅菜。记得炒梅菜系唔放啲油嘅啊？点解放喺油呢？啲梅菜超臭唔干得啦。喺梅菜爱炒凉水，剪后去撕起来个爽。如果咩超爱凉噶咯，个毛很厚实啲啊！炒得人爽下咧，我哋要将啲蒜蓉、姜蓉放埋落去，一齐炒下嘅，差唔多凉炒碎啦。我哋要爽下梅，如果喺梅菜咸嗰条咧，超加两条姜糖落去。见啦，梅菜炒好啦，倒出来皮用。哎，猪肉就差唔多好咯。上啲佢熟唔熟咧？超用溪煮毒虾嘅，毒滴个要冒血水出来，超熟噶啦。猪肉我倒出来，卸冷啲嘅。用厨房纸抹干净，千两抹点水油哦。今仔我哋拿只叉，在猪皮一汤剁一下，用老抽将个猪肉擦匀佢，擦好个咯。后当然都会拿去炸嘅，但系我觉得人会浪费好多油。我唔中意揸东西，做乜鸡咧？你唔会揸个东西喺度摇咧，气候唔健康诶，所以我会倒开佢啊。啊，侬要好浪费喎、哦，所以我中意用板正揸嘅方法，用手啲摇。现在我倒摇落锅底杯，啊摇住杯去，超可以放猪肉落去正啦。你要注意哦，因为一种肉含有水分，落锅之时咧，一摇会弹上来呀，所以咧，而最后进撇就锅盖，一放猪肉落锅嘅时候，你超爱强定住，啊，弄一啲油就唔会弹上来啦，你要摊摊到你要散哦，你比白白咁样，一摇弹到后见有虾呀，猪肉。最后剩要皮喺边剩啦，我剩几分钟嘅啊，人要翻过来，如果剩得好靓咯，你超剩其他几面啦。翻的时候用只钳来翻，透过用溪煮诶，而每摆翻的先时咧，我爱好少少咩啊？而每一条摇会弹上来，所以而我拿只盖来保护持解啊。猪肉每一面都会煎到金黄色，好像炸过一样。煎完的猪肉看起上来好靓的啊！见到猪肉煎透去啦，我就见到可以钳上来，放在盘里烫，烫冷气。见到我就来准备调味汁啦，我就爱一条姜老抽，三条姜生抽，两条姜少椒。两条姜麻油，一羹五香粉，一条姜糖，将所有调味料搅匀佢。好啦，见啦，猪肉烫烂去啦，
切得啦，总肉我切到一开开，满盘满泡，大概一公分盘啦。一嚿总肉没好皮，又没好烧，真系好靓呀！见到切好了，我就拿只太碗公，将一总肉放落去，皮要搓大。排到以后进前腰，见他排好了哦。将一条梅料淋在猪肉上面，淋一条梅料了，将梅菜铺在猪肉蛋糕。喺梅菜多啲都冇所谓耶，食唔潮而可以留上天热，爱来帮粥啊、煎鱼啊，好多东西都得嘅，所以放多啲都唔狂嘅。今日我啲准备就锅，放多啲水，放热只煎加落去。因为也就温后搞的，放多啲水都唔狂。煎咧煎时咧，我拿一只不锈钢嘅盘钳定佢，或者用锡纸包定佢。见啦，钳定咧锅盖，睇火煎两十分钟，然后交中些火，煎多两只钟条。见啦，煎好两只钟条啦。捱咸气唔开盖蒸嘅，盐杯底杯咸后手嘅，捱蒸几吨多黄汁总条蒸拿出来，见啦可以开盖啦，拿出来做烧咧，我要拿只靓啲嘅盘，钳定一碗，然后换换翻过来，翻呢时烧我小心啲啦。好容易倒晒啊！如果手嗰条染冇翻啊，定结烂去咗后座啊！哇，而家呢结靓，喺猪肉食起上来，又香又松花，又唔觉得油腻，喺梅菜又甜又香，但弄咗梅菜猪肉，好好食哩啊！我都可以拣定来做。我来招呼朋友都得咧啊！好啦，今日梅菜烤肉狂人啦，多谢各位。